应该是在就是可能高雄那边比较盛行的传统音乐这样。那这首曲子其实它主要的结构就是五声音阶啊，就是 各种民族音乐其实都很常见五声音阶。那正好它跟就是印度音乐的某些元素很相近，所以我就把它就是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爵士音乐上面的改编，然后大家可以听到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节奏的形态，那大家可以听听看。哈卡斯坦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